太肥了，真的会胖死我的。可可。哦，得用那个什么开？得用开老鼠。可可。哎，大家能判断出来你直播的时候在什么方位吗？不能吧。哦，你现在播，他没在播。我在播。真的呀。唐总，帕克跑了。把它先吃这个蛋糕，先吹蛋糕，好好看啊！蛋糕吹之前给蛋糕给他拍张照片，姐夫要不发的，他要给了个蛋糕，我的蛋糕是看的。阿信慢慢说，阿信慢慢说，对，过去了，已经播过去了，说，阿信，姐夫，我现在睡裤了，张阿信。他说这个是可以点着的，它就是蜡烛吧？嗯，是可以点的这个。这上面放一箱花籽。好无聊，他们。嗯。给大家看看一会儿我们吃的晚饭吧。可可。用这个是要投票的吗？晚上我们就吃这个小火锅。这个是。你不是猫吗？你为什么在摇尾巴呢？哥哥。但是我看不到他们发的有什么说问的东西啊？啊，我们看连了 WiFi 的话，那、他们说这是哪儿？这是我家，这是信哥家，张阿信的家，刚那个睡裤男的家。无处可逃的 Paco， 我刚才说的看到曾经，他应该有谈其他的那个想法，没有，没有。
信哥让你多看私信呢。那个信哥的微博已经消了。对，信哥微博已经收了。我没有微博。我今天不弹吉他，今天。今天，在阿信家。这样可以吗？行，行，不是，你是不是图人家这样就是点这是瓜子儿。这是蜡烛，它可以点的。这瓜子儿。阿信，你能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吧？这个是很，这个疫情今年的这个生日很不一样。这个太好看了。这是关于疫情的这个蛋糕，这种这比较焦糖的。这是蛋糕吗？应该是吧。是蛋糕。今晚发自拍吗，冯哥？不发自拍。这现在一直在自拍呢。啊，好的。还发什么自拍？没有，我就是在看，你不是看不到问题吗？我们在看一些问题，啊、然后来问你。对，袁姐想给大家表演一首歌。什么歌？就是那个歌名叫什么的？蔫儿坏，这个人，这个坏。那歌名叫什么？空空空，袁姐最爱的空。我在千年等一回问你叫。今天生日，袁姐一定要给风声清唱一首啊。这上不是自救的吗？而且这个。什么关键？人家这是啥？这个是谁？这是他呗。这个是哎，哪里来的？嗯。哦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录吧。看到自己害怕了。因为我是没牙齿了，我觉得可以打。可以。给顾小美做准备菜吗？蛋糕，这怎样？什么时候吃啊？好饿。好饿。所以他一直在聪明。昨天小蜜蜂们办了一个那个线上音乐会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所以什么时候准备出新歌？过几十年吧。哎呀，好无聊的问题。是有意思的问题。没有新意。粉丝没有，快点大家来提提问题啊！群子里没有什么有趣的问题。对，好无聊。哎，所以他们带货卖货就是用这种方式吗？就是这样直播嘛，是吧？对对，价好像固定机位，然后加费用，对，加费就是。啊、你可以今天拍卖这个吗？拍卖这个吗？他一直在蹭你的手。是，中餐是选的，你不让我去吃。你们拆的这个就是四个是吗？对。为什么他们说我傻乎乎的呢？为什么呢？我怎么傻乎乎的呢？我为什么傻乎乎？
哦，发型。小辣他们都送的，对，开一张十人份的就送你。你拍什么呢？本来也不瘦，感觉我胖了，我哪里胖了？什么眼睛？哪有双下巴？这样都看得到有双下巴，这样有双下巴，还有双下巴，这轮廓线这么好，轮廓线，反正你的自拍的水平大家都懂的。应该拍一下你们应该拍他吃饭，哦，不是应该他一个人吃饭，我一个人吃饭，也该到了吃饭的时间，是不是也该到了吃饭的时间？你看这双，这才是双下巴，你看看看，对比一下没有轮廓线的这个才是双下巴。我今天来的时候特意做了160个俯卧撑，好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去摆一摆，一百吃饭吧。吃饭的时候我就不播了。定住啊！我没在。关眼睛，咱们吃过一次。哎，他那播讲得很清楚了，然后我不会走。他怎么知道？什么别？不播了。我也想喝水。你喝气儿，有气儿没气儿？气泡的还是没有气泡？有气儿的吧。冰的还是冰？不要冰的，常温的。我没有手，帮我拧一下。你们自己拿，别这边。那我喝水还不能让大家看到我喝的什么水？那你把那小料拿的碗跟方水跟小料确认一下。对，不然就变带货了。先汤，再汤，再汤。给你人分工打分。啊，好饿。我们先来把小雨。蜡烛早就吹完了。再说我有双下巴，我就把这个关了。今天这个直播是不是很突然？还有人说我胖。
哥你胖了，想看120斤的你。不是我这个，月红。正好沙发有。不是吧？人说拉出来把蛋糕拍脸上。这个一会儿架在哪儿啊？这个机器，哎，一会儿烧干了。几个耳洞，我就一个耳洞。我白天也没吃。没有才艺展示，没有才艺，我是来面试的，我好像我没有才艺展示。今天不会唱歌，也不会跳舞，大家不用再刷这个了。会弹吉他吗？不会，今天没有这种东西。我们坐吗？坐呗。吃吧。我坐哪边？我坐这边。我坐哪边？这边。坐这。啊？日摆正的是吗？那我很孤独啊，我坐这儿。给你加上吧。架上就把它关了，架上就关了。耳环是不是掉了一个？没有，就一个。你关键是在这播吧，大家都不敢说话。说的都会上热搜的。他也是加点什么？拿着勺子说的，怎么产生这个事情？热搜。怎么样？这什么意思？口罩是什么？哎，原来给你送的礼物呢。还开始才艺展示了。啊，那先喝汤，我们先坐吧，我们。这怎么开啊？这个？这个东西怎么这么不稳定？按一下。按左右。嗯，这是最大的。别最大了，刚才就。这三档就可以了。那四档。三档就可以了。嗯，好了，你先上吧。刚才你开了，可以喝点。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听到小西拆阿信的台了。要把他送上热搜。等一下啊，对不起大家，这个东西。好晃。要我就扶着吧。口罩特效好可爱。吃吧，大家不要送口罩了，送口罩没有嘴吃饭了。快给我吧，先喝汤，小菜汤，先喝成汤了。哇，你衣服好泰国，会车，三椒的身上。行，你们俩坐下吧，你们俩坐这，我坐哪儿？专业，你们俩坐这，我坐啥？你专业，你坐那边好的。你们俩坐这，坐这边。这个口罩，这不允许现在脱。一送这口罩，大家都看不到他的脸了。对，谁送的口罩？68。68。跟上次吃的一模一样。一直有个嘴。怎么那么喜欢吃这个牌子？
其实有营养，有清淡，对，健康。你不干我？不可以吃。还有，有碗，你先喝汤，这有碗，再拿走。是啊，不过是一样的。好，这筷子打开啊，先喝汤呗。哎，那一筷子都放满了，好像特别。先坐吧，坐下打你看。先坐着，先坐着，待会儿再磨一下卫生纸。看一下那边吃的很香的，还给你送了一个嘴，我没法吃的了都。不，刚好像他的嘴不能。行，能对。圈外神秘女友，快拍呀！哦，我拿下来看。很贤惠的，人家在收东西。圈外神秘女友，谢谢。就是他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天拍到了，很像，很贤惠的，对吧？性格。那天特别巧的就是，他穿了他老婆的，你们先坐吧，穿了女装，女士的外套，风衣，然后就，就这么说，就这样。关键是去机场接我，得多深情。前两天还有人说你结婚了，一搜，结婚了。啊，还有人搜你啊？微博上。结婚了，他不是去，他应该系统去民政局一搜就搜得到了。不一定吧？这个不大啊，咱们。我拿身份证东西来说吧。客人有对，不一定能说得上。你为什么要占我的嘞？这个碗没有。先喝汤了，你说。给 Papa 弄一个那个料，我进来吧。那边占有是吗？对。还能不把它降上吗？他坐那个位置夹不到菜。这个怎么翻转的？好多吃的。还有虾加里边，虾和生蚝。这个咸湿的。这是河牛肉拼盘，应该是从河牛。那你喝完汤就能吃？他们又说啥了？大家说会播一个晚上吗？不会，会吃一个晚上。会吃一个晚上。会播一个晚上，会吃一个晚上。猪肚的，也就还有几分钟了，差不多了。好的。这个猪肚的汤你要喝吗？这个、我再喝呢。这鸡脚。这是猪肚，对，那猪肚子，鸡脚在这儿。啊、哦，对。播一晚上，吃完干啥？之前还粉丝说希望能你在钉钉开个直播，然后一起大合唱。挺好。这个啥？你吃肉啥？这个啥？这个啥？3236万。那、哎、你那啥是三十六万吗？那给你。对呀、哦。这，你给他们。今天晚上会一起看晚会吗？五四晚会。看。等一下，掉了。这个问题问的我不好回答。他那个有猪有牛，礼拜四不在日子。大家好双标啊，一边说你胖了，还一边让你多吃点。我记得里面要加汤吗？现在该有更加。喝的是什么汤呢？汤。我觉得勺子已经放在这儿。来，我来拿。没关系，来。他口音，他吃饱。你们先喝汤，一会儿给你加料啊。过段时间我就要去横店了，是一万个不愿意去横店。横店很苦是吗？因为没有我们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这个
我发现我刚没开放，感觉算忙了。现在去横店还需要隔离吗？不用，就按照当流程。谁送的？现在不用了，检查都不用，检测都取消了。就去了，不用检查。高汤，李老师，并不是。要去。我打不开，你也打不开，你也打开了。真的，可能我会很累。夏天拍古装真的。我希望这一会儿亮点，不然不会。哇！干一个，我们应该啊。祝寿星生日快乐一下，干一个。能，你是猛牛，有谁呀？还有真果粒，猛牛调节口播，因为直播不能有酒，所以一会儿完了过后，我们就可以，我们以水代酒，就对，我们就可以，以汤代酒，喝酒，对，干汤的这个汤发代酒，哎，真果粒真的挺好喝。阿信说了一。啊，你可以啊，这个可以啊。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哎，苹果粒挺好喝的。”啊！哥找性格做代言人。我这种乳糖不耐受的都可以喝一下。什么什么？乳糖不耐受，不耐受的。最近我们都在一块看一个剧叫《夫妻的世界》，你看了吗？没看，看了没有？没有。我们最近在看那个美剧。啊，看美剧？哪一部？啊，你们听得见声音吗？太小了。神反转，对，但是。这个星期的这两集我觉得稍微有点走偏。我觉得我能开个直播专门说娱乐圈的八卦。哎，你是可以开的，因为他开直播的话给讲了几个好几个这么大话。那你开个直播说娱乐圈的八卦，那谁还敢跟你见面呢？他说的都是好的，对，我只能说好的呀，不能说坏的。大家肯定不爱看说好的呀。没有没有，大家也爱看。你看你现在也没有骂脏话，大家也爱看呀。真的，我是你们喜欢故事说的。你看《青春有你》和《101》了吗？我看了看了。好厉害！你说导师厉害还是选手厉害？选手啊！二三四，喜欢虞书欣吗？我觉得他很可爱。前几天还不是上热搜了吗？说他的很有家教啊。他每天都在上热搜啊。嗯。但我不是每期都看，就了解一下。那最近在看什么电影呢？底下的评论。赶紧当记者。哈哈。你最喜欢《青春有你》的谁？虞书欣啊。对啊，觉得很可爱啊！哇哦。对，我们还想请他的最近。还有现在来说赶上了，也是太晚了吧？我就混在谁？我到快要结束了，就赶上了。这是你下一次，对不对？这个哪个新人家这是在谁家？我还要再说一遍。对，要重复的跟他们说一下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混在一起。我们两个好像都没有去。潘晓，你看了吗？你看了。你喜欢哪个？你比较看好哪个？这是猪脚。知识。猪脚。青二啊。我喜欢那个跳舞很厉害的那个叫 Lisa 安琪啊，Lisa 是导师，对，我喜欢 Lisa， 我也挺喜欢 Lisa， 很就是她的
下次合作一下。什么合作？合体。这时候拍一下哈哈可以，打个镜头。合体。我的快乐模特钢琴。我觉得像这里滑了，跟现在这边人真的全都在很认真吃饭。对呀、啊，滑了根线，真的很认真吃饭。他赶快吃起来。他不能吃，我能吃，他这没开呢。他是跟丽萨合作跳舞，跳舞合作。你跳舞，就是他在这张桌上的组合，他不是跳舞担当，也不是唱歌担当，吃货担当了，现在是。我跟人家跳，但他跳舞应该不太行吧？我不行，我不协调的，是吗？有种特别的美和协调。那你今天过生日模仿一个呗？不会的，我不会。哎，断电了，完了，是吧？没有，换个插座就好了。是不是功率太高了呀？三个同时开。它是得分开不同的。是分了三个插件吗？啊。完蛋了。三个不同的插件。今天的饭吃不了了。没有，我把电源打开，在这里。完了。你是放了三个吗？对啊，三个插件。哎呀，丢人了。就是说，先让你们要吃，让你好好认真的直播，不要等着走了走了，回家了。阿信，你是不是故意这样就撵我们走啊？我今天菜可能没准备好。哎呀，太差了 ，Top One 了，都什么时代了，还会断电？正好不吃饭了，好好跟大家直播，看看种互动一下。对，还有，他们说让信哥骂你。不敢。哥。我们就七点我就下。七点我就下来了。还是十分钟？还是十几分钟？是吧？哎，对哈，还挺长的。对，刚才说14分那个，以后就要下课，哦，不是下线。下课。老师再见。还十三分钟。什么？去看微博上的热点。人家说七点刚刚好。哦。这衬衫可好了。是吧？那个车回动力很高，东位一体，很酷。可可，你为什么总是把屁股对着？马尾巴蹭。为什么问你为什么不弹吉他？为什么要弹吉他？直播一定要弹吉他才能直播吗？我不配，是吗？因为他们可能比较期待吧。因为之前大家那个投票的时候选唱歌和跳舞的时候，就一直在 battle， 以为你唱歌的时候会带着吉他，结果他们选错了。我们暗示了那么久，你应该就是大家应该选那个篮球 copy 秀啊。哎，暗示了那么多。来电了。我们好像是那种在村子里没有电，然后终于广播通知我们来电了的那种欣喜感。终究是，我们说不如安排一下篮球。终究是错付了。哇塞，怎么这边电缆这边外语上了？这个镜头我不一样。让我们开个钉钉。哎，这里边送最大礼物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我也没研究过。应该是火箭是吗？可好像是。都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。嗯，有记者提问，有综艺的打算吗？不是，那个太快了，你看，有点难。
不知道，我得看看的看。对，这个这个综艺是什么样的？他们就得单独看到一个问题，有一个特别的。对，这郭艾伦为什么没来呢？他在东北啊，为什么他今天没来？先把这边的关了，先磕这个。粉丝也觉得你上次向往的生活很合适。那个过眼熟了。干嘛放在电视上？早喝了。完了。我都问了，都在刷取消了。对，我都不好意思问了，每一次。哎，第一期向往生活的时候没有找我。第一季。第二、第三吧。第三。第三。第三。向往生活，我看那什么，做饭那个。嗯。还有八分钟。我就可以下班了。六千万粉丝会有福利吗？啊，十八宫格什么的。哪个？什么有福利？六千万粉丝。今天，六千万粉丝。我现在多少？5800多。那很快了。那没有福利，很快。所以大家以为他是吉他播和跳舞播，然后没想到你今天是吃播。对啊，还吃不了，播了一播了那么久，吃了两口。大家问给书豪送了个什么礼物啊？最近发了微博。给他送给他送了一箱他爱喝的东西。问是不是明天要进组了？明天，反正过几天就要进组。哎呀，每次去横店我都很焦虑。很多人呢，很多人呢。这种问什么进什么组的就进什么组，就可以下线。用那个成都的那个房，大家对于直播还是不满意，还是希望你能拍发自拍。要求你就大家希望他发自拍，然后看了，然后有时候发了自拍，但还有有的时候啊，有一些自拍的时候。还要略吐槽一下，就是可以，这就是永远不会满意的，相爱相杀，有槽点的自拍，怎么会满意呢？咱们拉出来，可不可以煮点肉啊？要什么？我还要一碗汤。这边没有，在这儿。要不要内容？不要内容。我的那个冰淇淋。袁姐真的是默默的在那儿猛吃，真的是。不然我干嘛呀？认真在吃。袁姐啊，准备。听粉丝说你就是他们团建的借口，你过生日他们一起吃火锅，他们一起吃蛋糕，然后昨天那个音乐会也是，没有你大家玩的特别开心。哦，没有我玩的了。好吧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吧。要不要挑一可以八块吗？说你这个单口相声，单口相声给我看的。你看都说不行，不行，不尽兴，因为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。问什
么时候在上海开演唱会，圆了大家能去迪士尼团建的梦。哦，迪士尼现在关了。就是之后。先。一开始他们去环球影城，那2022年才开业，2021年才开业。嗯，没有，不说了。2022。啊，太棒了，太好了。一会儿还会有一盘吗？可以打，现在可以打，还打了。就我们可以看看直播，看看直播现场。不是，我们待会可以看回放。嗯，那个就没有压力了。现在好像也是没有什么压力。现在不能什么都不说。嗯，大家看直播的朋友，他们也应该在吃饭。要求好高，我今晚还会有惊喜吗？我都不用。没有了，我就想起你。早上开始就可以了吧？要求那么多。叫什么自行车呀？你是早从早上起来？早上起来？早上起来我播了两个小时，刷牙，刷了两个小时，刷了两个小时，牙都格外的白。今天是有那个牙膏广告吗？没有任何广告。你还代言什么扎杰士高露洁？不，更厉害。手机电量不足，请及时充电。可能是因为早上两个小时播的时间太长了，手机电量都不足。对。我是真的不足了，我以为是。还可以。所以你今天直播着陪大家过了一天。对。那不是给，那不是你自己过生日啊？你给，你是在给粉丝过生日。一起过生日啊？一起过生日吗？我就是他们，他们就是我的。他们说你骗人，啊，根本手机就还有电。300万的话，充电5分钟，通话2小时，怎么会没电呢？啊。你这人家都是摸头杀，你到那个是捂脸杀。要求更低，你不希望你直播睡觉。我去。你不直播，我直播洗澡去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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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圈外女友真的是。反正家都是可以。直播洗澡，直播泡澡。好好好，来呀来呀！这人都怎么了？下次你明天过生日可以去温泉。温泉？什么在？那得穿上浴袍。不行，是小狗，是小猫。对对对。哎呀，终于快到时间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们都恋恋不舍。今天真的直播了很久。终于。这是什么一封信？太好了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趁早进来的时候，他就吃了票，是吧？那可是可以，潘潇在旁边坐着，不然的话，怎么了？场景都没有 QA 环境。我去温泉。潘晓军的才艺被展示，咱们就59个。对，我有好多，好多白头发，白头发。但是，他以前上大学的时候，朱一龙的白头发也挺多，你们仔细看看。真的，对对对。您今天才怎么是300万？你真的看对了？这是陶染，长成那样被截止住了走目前的道路。没事儿。
现在我们都是讲究谁有才嘛。大家还挺懂的，说泡温泉刚一波就被封了。泡了温泉，参加这辈子夏天。有白头发为什么会心疼呢？这个很正常啊。他怎么能跟你没白头发？也说了又有新的要求了，他们要过来帮你拔。哇塞，那秃了，那我就被拔秃了，拔成潘潇了。我去植吧，快点去植吧。嗯，好，嗯，哎呀，还有一分钟，哎，一分钟大家开始刷生日快乐吧。咱们再试好的，准备结束了。谢谢。这么多年了，是生日是没有在舞台上的。潘晓聊给纷纷唱首生日快乐歌吧，最后一分钟里面。带看直播的大家一起唱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